Hello， 我现在要出发去费加罗风尚盛典的现场，我们现在出发了。你是在打你说那个游戏吗？对啊，原神。你的东西怎么都那么少啊？这没给我东西啊。你要捡呐。我捡了。我都无语了。你咋杀了没有呢？咱俩玩的时候不是一个版本呢。怎么可能？太烂了，你玩的。就你在路上的那些花儿，那些吃的，全是薄荷花。捡呐，什么甜甜花啊之类的。我寻思这花老捡那玩意有啥用啊？有用啊，后面全有用的呀。你不捡就没钱啊，没有东西啊。完了以后那些箱子干嘛的，你就要打开它，你这不然冒险等级你就上不去，你到后面你就根本打不了怪，你的武器就升不了级，你的武器就没有攻击力。几多？杀杀杀没有。你多少级了，姐这个东西？我人物40，然后冒险等级22。那我现在冒险等级是多少？然后其中有一个人物级数3，打都打不动了。今天我的是这个小裙子，好像第一次穿这样子的裙子，没有穿过这么沙沙鲜鲜的这种裙子。然后我今天的头发呢是做了一个大波浪卷，然后把它夹起来。我今天戴的耳饰，我的戒指已经拆掉了，我的那个指甲呢也是搭配的这个蓝紫色的这个纱裙，是不是很漂亮？ bling bling 的。然后最重要的是我要介绍我的鞋子，公主的水晶鞋。哇哦，跟我的脸一样长了，非常的高，我穿上去就跟妍妍一样高。反正是在国内买的，最后他们是从澳门调的货，好像就这一双了，没有了。我正常是穿36的，这个是35.5的鞋子，我已经非常 OK 了，而且穿得很舒服。你看上面的那个钻 bling bling 的，这就是我今天的武器。因为听说我今天就是身边有非常多的超模啊，所以呢如果没有这个的话，我简直就要陷进去。还有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，我要把这个裙子换下来，舒舒服服的躺下来打一会游戏。哈哈哈，再见。今天还是有点小凉的，北京。我们是算是第一次在北京参加这样，是的，对，还好没有在特别寒冷的冬天。上次上海的那一次应该是 GQ 的那一次，哇，那个风，我的个天爷！今天请给你的造型取一个名字，燕尾蝶，一个有梦的蝴蝶，对，或者是夜光蝶。你今天就跟蝶过不去了，对啊，我觉得我今天就很蝴蝶呀、啊，就很 butterfly， 王 fly fly， 今天要真的 fly 了。我今天去走过红毯，拍几个视频。今天的红毯，你最怕他们问你什么问题？算了，还是不要讲。本来想说三个字的，想要说的三个字是 new album。还好了，我估计他们应该会问的。全民催专。对，因为从去年开始就一直说要发专辑，发到现在 today and tomorrow 都没有。但我明天开始录歌了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新专辑，虽然我也不知道它会是什么样子。好的，一会儿见，再见。 Hello Hello， 孙坚，像兔子一样的红眼病来了。怎么了吗？你我在雪山上被晒伤了，就是雪盲症俗称。我没在西藏，我是在长白山。我们那两天风啸刮了-30°C。那为什么他的皮肤还如此的好？我只是白。你让我无言以对。你听我说，我觉得你对这个皮肤好，只有一个，你就觉得谁白谁就皮肤好。其实你皮肤也很好。我皮肤非常好。对的。但就是黑。你知道，我送你个假发片。我不需要，我头发很多。你在影射谁？我发现你挖坑很好，给你挖。你今天在镜头面前吐槽你的姐妹，也没有关系。戴了假发片啊。我今天也戴了，但是我是为了长度，不是为了厚度。掰不回来了。这是嘴巴，这是嘴巴，对，和微笑入侵，抑郁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症状。所以跟他商量商量，今天做一版送给你。好，谢谢。好吧，好，这是你们一起创作。你要不要来一个？你忙着吧，要拍照吧。好，还要后期再。我会让艺术家再加工一下，然后最后一定会很完美的送到你们手上。好，谢谢。有可能你们第一件艺术作品就这么创作出来的。其实这是评论一下，今天是3岁还是5岁？今天可能
了两岁吧。这个不就是那个什么表情包吗？你没有任何的这样，就是这样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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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黑珍珠，布鲁士，需要笑那么大声吗？哇哦，扫地机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是今天的亮点。现在是晚上11点，好饿、啊。回家的女艺人，决定要干一泡泡面。今天煮了两个面，一个扎巴提提。两个面同时做吗？没有，大骨汤面最后煮。牛骨汤面这个超级无敌好吃，这真的超级好吃。你需要鸡蛋吗？当然要放鸡蛋。啥时候买的这个？这个上次买的。大姨，请问你在看什么？我们在看香水的味道。把水沥出来一点，然后还要再剩一点水。你看刚才的水就已经。沥出来的一些，然后下佐料包。对，哦，它佐料包怎么那么足啊？这碗是我的了。好香啊！料包都上完。好，开始拌。哎，这是干拌面吗？哦，那我先吃一口干拌面。哎，这是干拌面对不对？对。慢慢加糖。慢慢加一点糖，因为它要有丝滑的感觉才好吃。这个真的不是。好了，来看一下。哇哦！这干拌面非常的好吃。来吧，一人盛一碗。好，哇哦，这是我们的第二道菜，牛骨汤。这是三打包，三包小鸡蛋呢？你看，三个鸡蛋吧。其实我们只需要一个味儿吧，对吧？嗯，好。重点要来了，这是我切好的葱段。我先切好，然后把它冻起来，冻起来，冷冻起来，最后。来喽，白胡椒，哦，哇哦，非常好吃。好了，下桌，呜呼，出锅喽，呜呼，这么满意，哇哦，看，你这汤好好喝，是不是？嗯，没发现我每次跟王姐吃饭就吃特别多吗？真的，尤其每次来你家，对我发现。自从那次你做面包加烤肠那会儿，下午茶那次，非常的有仪式感。因为收工的结束，然后不是咖，然后是夜宵，吃一碗面真的太爽。蒸煮的面就比我们在杭州吃那个泡的好。对，这就是煮的，但是就必须得煮，这泡也泡不开。嗯，这个面是真的好吃。还有，不是这，我知道，我准备好了。加班回到家，就吃碗面。对啊，我跟你讲，我做了泡菜汤，非常的好吃，就是让你们像瞬间到韩国。泡菜汤跟你们是部队锅吗？还是单纯泡菜汤？泡菜汤，泡菜汤。我把大家拉到家里说，吃完泡面再走吧。吃完泡面就工作。噼里啪啦干光光。好了，我要准备卸妆睡觉。哎，我这个头发这个梦还挺好看的。刚跟姐妹们吃完饭，然后一直聊啊聊啊聊，时间过得太快了。我的眉毛好像最近长出来一点点了，喷个水。我觉得我真的最近稍微变白了一点点，没有之前那么黑的。用了成也的这个377，还有1/3瓶。希望377的这个让我再白一些。我要敷个眼膜，就是我最近一直都在用的一个眼膜，果达尔青桔果冻眼膜。打开了，里面是这样子，好多片，我现在用了一半了。我送这个小勺子，然后我会这样把它挑出来。这好像是他们新出的一个产品，像果冻一样。哎呦，我拿了3片，它也是那种天然青桔的精华，然后也是天然的这种。眼膜的材质敷起来水润润爽爽的。为什么要擦眼霜？为什么要敷眼膜？就是因为我今天化妆啊，然后笑一天。刚刚跟姐妹们，我的天哪，聊天把我笑的都不行了，赶紧来补一下水。
提亮一下，有黑眼圈什么的。它的味道就是非常天然橘子的味道，服贴易吸收，就很方便，随时随地的拿起来敷。贴完了以后，你就可以自由的干自己想干的事儿。我真的是有了这个，我就感觉我随时随地都能够做一个眼周 SPA。我最近在有看一个新的动漫，特别好看，叫做《约定梦幻岛》，还有《咒术回战》，真的太好看了，你们快去看，真的很好看。我是一个不太能等追剧的人。对，我还是希望能够等它出完了我再看，但是我还是忍不住想看，就每一集每一集追着看，真的太好看了，我的妈呀，咒术回战里面那个五条悟，我的天啊，真的帅到爆炸，太帅了。对，我要敷着我的眼膜，我要继续看我新出的那一集约定梦幻岛，那个太好看。好了，就这样，不跟你们说了，晚安。